心繁星点点了关注，你也是够任性了。看我能不能再中一个。大号不中呗，那我感觉这个小号行，大号也是哆啦 A 梦啊，也是哆啦 A 梦吗？头像。他又开始刷了，我估计肯定是有什么事儿，要不能他可一个刷呀。这哥们儿太任性了。哎我靠，这哥们儿真任性。哎呀。他又开始了。我估计是有比赛吧，我怎么没看到有这比赛呀、啊？以为我中箭是吧？我也以为是。我说你突然间停了，我以为你中戒指了呢。残喘先写写的是反的，哎，你就趁他刷那什么时候，你看能不能刷两个出来，大的出来呀、啊？我估计行吧，点两个试试。他是不是正在填坑呢？他把小奖坑填满了，大奖是不是就能出两个了？欢迎虎爷，他一直在刷，你看，这么一会儿五万个了吧，小星星，肯定有比赛吧。好任性的哥们儿，这哥们儿真任性啊！哎呀，还在刷。这是真爱呀，哆啦 A 梦，看到没？他这是真爱呀，我的天哪。嗯，欢迎风影。为什么都在刷小星星？为什么他们都在刷小星星啊？欢迎邦哥，没关注点点关注呢，左上角关注。欢迎突然想起，因为外边阴天，不是？你看他们都在刷小星星，为什么呢？中中中！哎呀，我上主麦啦，哆啦 A 梦，好开心呀！吧唧吧唧，看到没？我上主麦啦！没有啊，没看到呀。哪有小星星？我看的是别人收小星星。哎，我一天没吃饭，肚子叫。哎呀，中了！你看，我就说我白吧，就说我很白，是不？就说哆啦 A 梦是可以的。谢捧场，好像是吧？我感觉也是，但是我感觉现在也能中。他把小坑填满了呀，刷了好几万呢，五万多个星星。那个土豪啊，厉
害了，哆啦 A 梦，出去一趟回来中奖率变高了呢。哎，你有裤衩子了。我去隔壁了，我刚才跟你说话你知道吗，然后说到说完之后你没回我，然后我就点了你一下，发现你走了，我就老尴尬了。上隔壁充值去了。对呀，我说你怎么变紫了呢，你怎么回来一趟就紫裤衩子，穿上裤衩子就是不一样。是不是天冷了还是得穿裤衩子吧，光靠你那个毛裤是不行的，该穿就穿，别省，省啥呀，不行我给你找一下秋裤。我就说我找秋裤吧，对，你看你秋裤找到之后就不一样了，立马就感觉就上来了啊，这运气也不一样了，上来就中。那你是刷那啥没刷我，我白，真的我很白的，我白呀。看小星星又中了，哆啦 A 梦小星星又出奖了，他又开始刷了，我大哥又开始刷小星星了，刷一晚上了，谢龙爷点亮。哆啦 A 梦你是不是又走了，你又上隔壁了，又没了，又不理我了。没有啊，欢迎小白龙啊，哆啦 A 梦走了，上哪儿去了啊，我以为你又上隔壁了呢。我给你来两条秋裤吧，我怕你冻着，冻坏了咋整。别闹，你要专心致志那啥，我们还得发家致富呢。中，欢迎黯然神伤。中呢，哼，不让我中奖，开玩笑，真有意思，欺负我没秋裤啊。欢迎东风醉，真是欺负我没穿秋裤啊，谢我邦哥，欢迎随